这什么意思？闺女啊，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从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是谁毁了你的家？熊涛。你恨他吗？恨。爸，难道熊阔海他就是？没错，他就是你失踪了15年的亲生父亲，熊涛。闺女，15年前，你不到4岁的时候，熊涛，也就是熊阔海，冷酷残忍的和你母亲离了婚，抛弃了你和陆林。你妈妈带着你离开了老家，几经周折，才来到了南清市。
是他的儿子。我在想，他当年离开我们母女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缘故？也许吧，但这还重要吗？我一定会把我妈妈这些年受的委屈加倍送还回去。闺女，你对她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要向她证明你是最优秀的，用你的努力去征服她，击败她。当她认同你的时候，你告诉她，你就是被她曾经抛弃的女儿，让她为她当年的离开而后悔，让她知道她当年的决定是多么的愚蠢。嗯，我一定会让他知道，就算他抛弃了我，我一样可以活得精彩，一样可以活得漂亮。好，老爸，你放心，你才是我唯一的老爸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到底是谁干的了吧？我不会出卖我的同伴。我想你应该也不会需要一个会出卖同伴的人进入烈火神盾吧。我也不会离开烈火神盾，因为我是最优秀的。我会成为烈火神盾最需要的人。你之前让我们进入训练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吗？如果我不犯错的话，我怎么才能成长起来？怎么说？你知道错了？我没错。知道吗？粉红豹已经到我这来过了。你已经开除他了。我给了他3个积分的奖励，你想想，他用一个普通的平板电脑就能侵入烈火神盾的系统，这是人才，多么难得的人才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罚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想处罚任何一个人。小迪，你保护同伴，不出卖同伴，我是喜欢的。但是有句话你必须给我记住，在一个团队中间，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不要随便的去承担别人的责任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现在你应该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吧？
小蝶，你回来了。你为什么要去成人送我？我怕你为了保护我，被他们开除。关小蝶，你受什么处罚了？鉴于你勇敢承认错误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扣除你十个积分。真的？你都已经扣了十个积分了，想跟我争第一，有点难吧？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追回来的。用不了几天，你一定能追上四凤，到时候第一的排名还是我们俩的。幼稚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立正！青鸟，到。朱莉，你的积分是70，排名最后，淘汰。烈火神盾训练营已经有3周时间了，我知道你们很辛苦，对吗？所以说，今天我打算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原来惊喜就是爬山啊！天哪，这训练也太不公平了吧！男生女生一起，怎么跑得过他们啊？这对我们女生太不公平了。火狼女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们这么聊，就说明你们还有体力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他们都要跟上来了。哎，他今天怎么了？跟谁较劲呢？啊？谁知道他受什么刺激了？我觉得他是想追回那十个积分吧。小蝶，太好了，终于有机会跟你单独相处了。哎，小蝶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叫我火狼女，在训练营请称呼代号。火狼女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走之前不是这样。我只想好好训练，把扣除的积分全都补回来。那我们呢？什么我们呢？今天给大家的惊喜呢，就是让你们体会一下自由飞翔的感觉。你们六个人率先到达山顶，获得了飞行的机会。你们还记得在曾经的科目中间，我跟你们讲过滑翔翼的基本要领吗？记得，记得。准备吧。Ooh.
高还是害怕呀？我有恐高，是一种心理疾病。既然知道自己心里有疾病，你就应该克服它。说的倒挺轻松的。如果你真害怕的话，你可以退出。你对他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要向他证明你是最优秀的，用你的努力去征服他，击败他。当他认同你的时候，你告诉他，你就是被他曾经抛弃的女儿，让他为他当年的离开而后悔，让他知道他当年的决定是多么的愚蠢。我一定会让他知道，就算他抛弃了我，我一样可以活得精彩，一样可以活得漂亮。我不要。那你等什么？你想在最后时刻让我看到你放弃吗？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放弃两个字。粉红帽，白纱，刚热好的，给你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看见火狼女了吗？哦，她刚被总教官叫走。有说是什么事情吗？可能是因为她恐高的事情吧。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啊。我能跟你聊聊吗？哦，到那边去吧。他回来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呀。那有没有提到过我？没有。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我觉得他回来之后对我变得冷淡了，抗拒了，每次见到我就像见到陌生人一样。如果他不喜欢你了，你会难过吗？当然会了。那如果现在有个女孩说她喜欢你，你会开心吗？不会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哦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超越极限，无限可期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慢慢成长起来。我有机会进入烈火神盾吗？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的。怎么了？
干嘛这么看着我？烈火神盾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是啊，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了。那在进入烈火神盾之前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个当兵的，是个特种兵。特种兵啊，好酷啊。白煞是不是从小就很崇拜你啊？怎么，是柳沙和琴声告诉你的吗？你又想逼我当告密者吗？嗯，其实按理说呢，这也算不上什么秘密。我这么做是希望对你们一视同仁。那你应该很爱白煞吧？每个当父亲的都会爱自己孩子。你只有白煞这一个孩子吗？是，就这么一孩子。那孩子和烈火神盾，你觉得哪个更重要？都重要。进行的是徒步穿越训练，你们面前这片丛林地形复杂，超过了150平方公里，即使直线距离也有20公里，你们大家只有10个小时时间，谁第一个到达汇合地点可以得到5个额外的积分奖励。计时开始。这积分是我的，谁都别和我抢。Thank you.
方来着？哎，哪儿走啊？哎，哎，小红豹！哎，巨熊，你不是第一个出发吗？怎么溜达半天还在这儿啊？不是，这林子这么大，长得都一样，我走着走着就找上你了。长得一样吗？你这方向感也真的没谁了。哎呦，我差点忘了。你有这个超能力呀，跟你走准没错。什么叫超能力啊？那叫感应，第六感，你懂吗？哎，反正跟着你就对了呗。哎，火狼女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？她忙着争第一，哪有空跟我走在一起？我走那么慢。哎，吵架了你们？谁说的呀？哎，你干嘛啊？什么干嘛？我带你走，你不得给我点报酬啊？拿着吧。这倒是小意思，走吧。哎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你知不知道火狼女和白沙怎么了？是不是吵架了？啊？你话真多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在这儿？走。哎呀，好像是被漏斗网蜘蛛咬的，你忍着点。怎么样？你的伤势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回去。说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快得了吗？哎呀，我背你，你站好。来，不用，别逞能了，走。我们是第一个，跟着姐姐我没错吧？你可真厉害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志雄，你不要脸！有了这五个积分，我就能稳站第一了。志
雄第一个准时到达会合地点，获得了5个额外积分奖励。四凤，你在里面看到火狼女和白沙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他们会不会迷路了？你以为都像你啊，这么没方向感。玛丽都回来了，慢点，他们俩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哎，玛丽，你看见火狼女跟白沙了吗？没有啊。他们俩是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咬他的蜘蛛毒性并不强，已经注射血清了，休息两天就应该没事了。及时没事了，这次要不是你及时把他背出来，可能就危险了。你不是总教导我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下战友吗？不抛弃，不放弃，我做到了。好样的。
希望，希望。这白沙都跌出前三了，那也比火狼女强多了，她都跌出前十了。火狼女现在还躺在医务室呢，后面还有那么多训练，可怎么办呀？哎，要是她进不了前十，等结业之后想进烈火神盾就更难了。哎，你们看我这分得的多有水平，十全十美。哼，高兴。魔鱼，不知道人还以为你得第一了呢。小蝶，小蝶你好了。好了，训练营就还剩一周了，我必须赶紧把积分赶上去。加油！加油！今天呢是最后一堂理论课，我在黑板上写了三个永远，我希望大家牢牢地记住。这第一个永远，是永远要和你的药员在一起，必须要把你的风险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。药员要是去洗手间怎么办？跟着。即使没有杀手，也可能地面湿滑摔倒了，也有可能走路的时候和别人发生碰撞打起来。他就是你失踪了15年的亲生父亲，视线范围之内，熊涛。15年前，你不到4岁的时候，熊涛，也就是熊阔海，冷酷残忍的和你母亲离了婚，抛弃了你和陆林。你妈妈带着你离开了老家，几经周折才来到了南青市。一个好的保镖，他首先是一个好的自我管理者，他会非常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物钟。